刘嘉玲与梁朝伟结婚多年，感情仍十分甜蜜。然而早前梁朝伟却爆出乌龙婚外情，不过之后两人甜蜜出席威尼斯影展以及一些公开活动，粉碎婚变谣言。而近日刘嘉玲就晒出两人一起到日本赏夜风的照片，只见刘嘉玲甜蜜挽着梁朝伟的手，两人露出幸福微笑，背景则是一大片红色枫叶，画面相当美丽。而两人难得放闪，就让许多网友开心留言：老公在老婆身边笑得特别开心 ，CP 发大糖啦，要一直幸福下去啊！Bye.